啊，各位好，请坐。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日吼，真欢喜来大家来分享吼，咱今仔日要讲的内容。头先咱介绍吼，这两位大家长对一个月日本。迄、那个去参加足球吼，咱看得到两位大家长吼、哦。咱一般咱外部的人拢会甲咱称呼叫做日本天皇啊，但是咱知影吼，咱的身份了，咱也会记得。这哪亲像咱倒个时段，人讲咱爸爸叫啥物人，某物人，某物人，但是咱袂用个共款对人安尼叫，对无？吼、哦、啊，咱称呼一般对外称呼会叫啥？哎，那叫做哎金上陛下哈，哎、哦、金上陛下，啊，咱就是讲尊敬，吼、哦，啊，咱向咱来讲年号的时阵，咱是讲哦金上几年，咱唔能讲啊，这个叫做平成几年，平成几年是外口对咱讲的，包括即卖日本讲的嘛，是叫做平成几年，因为因的体系目前来讲在修宪之前，甲咱的体系是无同。因为咱犹原一个是伫个迄个大日本帝国内底迄个法律内底吼，啊，因是已经出去啊，啊，即下修宪因个目的安倍伊个目的就是讲，即下修宪成功了后，对承认这两位大家长吼、哦、是国家上关的元首的时阵，因个法律会小甲即马会无同吼，安尼吼，啊，这是大约提供，啊，即、这个咱个。大皇帝吼，伊名，人拢会问讲，啊恁个皇帝咱会拢无看到伊个名吼，啊基本上咱就讲伊个名就叫金上陛下，安尼就好吼。好、哦，来今仔个题目，吼、哦，台湾法律台湾，吼、哦，我叫做温请字，吼、哦。头先咱问一下，听有台湾话？听无台湾话，请举手。听无台湾话，吼、哦，拢听有吼、哦。啊，哦，北京语，吼、哦、，OK。啊，现在就是几个拢交叉来做使用吼、哦。台湾法律台湾，咱就知影讲，咱就叫日属美战，吼、哦，日属美战。这個、日属毋是日本政府哦，咱千万爱记是日本大皇帝，咱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所有。吼、哦，咱知影是，下关条约，就是因讲的马关条约。吼、哦，大清帝国大皇帝以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所订的一个条约。吼、哦，啊，咱主义时阵就变大日本帝国的吼领土。吼、哦，啊，为啥这北岛的意义，大家看吼、哦，你看这坐坐人，那参像这位小姐同款吼，目睭叫人砍掉的，啊，事实嘛是如此吼、哦，看袂到。吼、哦，啊，事实咱是伫个这内底，无收啊，吼、哦，啊，所以讲，这是台湾法律甲法律台湾是台湾人唯一逃生的工具，吼、哦，这游泳圈啊，伫个内底苦海啊，苦海万重山吼、哦，啊，借问一下吼、哦，请问你认为是这片土地面顶的公民，请举手，吼、哦，公民认为家己是公民的，请举手。好，谢谢。哦，这幅图是洪仲秋这个案件了后吼、哦，这帮罗兰的脸书内底哦，所侪侪人所组成的一个组织，哦，叫做“公民1985行动联盟 ”（Citizen 1985）。哦，这帮人我相信大家袂少，只要有上脸书，侪侪拢应该拢了解这网站吼、哦，啊，有几个人起赞17万。摕这个证件，讲是公民，吼、哦，啊，咱看卖下咧吼，你是否认真仔细看过《国民之样》？面顶写足清楚的嘛吼，然后秘书长甲咱大家讲，摕迄个证件遐看清楚，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足侪人摕着这证件啊，凊彩看看的，无甲注意看，公民，吼、哦，公民啊，国民嘛，这张身份证。事实来讲哦，甲居留证差不多哦。
法律就是法律的效力，哦，拢共款。居留证，居留证是虾米人才摕着？像那个外部来的、外国来的，来这边打工的，还是暂时拥有居留权的，就去摕着这张。哦，啊，结果咱遮自细汉去用14岁，哦，就会分这张，甚至叫咱去申请的，原来甲居留证差不多。既然是国民，为什么要当兵参加投票？就普世价值跟国际基本常识来说，公民才得以参与服兵役跟投票。哦，这边啊，相信在座的甲我同款，哦，拢一定有去做过兵啦。哦，啊，摕一张国民身份证，啊，去做公民爱做的头路，受骗了。你不禁会问中华民国为何不发行公民身份证？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澎湖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如果中华民国要发行公民身份证，必须回到中国的领土。哦，这边有图，咱看卖哦。甘蔗荷塘不是哦，是一只公鸡哦，啊，下骹一粒卵，边啊无台湾哦，这是世界上对中国的一个定义哦。啊，伊内底佫包含两粒。咱看袂到的金门甲马祖，迄游园嘛是中国的领土，所以讲，伊即马要讲你要发行公民身份证，伊必须要登记中国的队。即阵啊，咱所了解的吼，因公开的资料是毋是讲中华民国的首都伫对？对，南京啦吼，南京，所以因来登记南京，才会用的发行中华民国公民身份证。吼，啊，所以咱叫骗几啊年啊？68年啊，哦，因为啥物？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第一，占领不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两点吼，非常重要。咱初级班吼，即个学员同心同志一定爱记这两点吼。咱对外口人也问讲是安怎的时阵，这两点是上有力的。吼，就是咱了解，就是讲台湾法律人，咱就是照国际法。叫战争法，吼、哦，这两点来做说明的时阵，我相信大家无话好讲啊，吼、哦。1949年10月7日，哦，了后中华民国的定义，这是美国哦对于恐怖组织的定义：第一，毋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是假征兵啊，哦，拥有武器，不是国家到处征兵。迄甲宾拉登有啥无共？吼、哦，咱了去想看卖。中国武装难民是当今上大的国际恐怖组织，即、这个旗也毋是国旗哦。吼、哦，后壁来做说明。吼、哦，这是因的组织，啊，咱原来有参加过啊。吼、哦，所以就了解因的文化。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官 Brown 的判决，吼、哦，原告即、这个案件就是控美案。吼、哦，啊有一个暗号吼、哦，暗号就是即个案件的编号，吼、哦，08-5078，原告的英语名伫遮吼，Roger C.S. Lin E.T.A.L。当时是，即、这个是2008年九月迄、那个，啊，迄、那个是2009年4月7日来做迄个判决吼、哦。这五点甲头前，咱头啊，我提示。迄两点非常重要，占领不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过来就是这第二个重点吼，这五项判决，请各位同心一定爱记嘞，甲记在头壳内底吼。咱做说明的时阵，这五个判决就是咱法律台湾、台湾法律上有力的一个立足点立场啦吼。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台湾仍处于政治联合中，第四，台湾仍然伫美军军事占领中，第五，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哦，这每一字，哦，请大家一定爱看清楚吼，因为这啊小可重大错差的是天差地别吼，大家千万爱记得，尤其是本土台湾人的部分吼。The people of Taiwan 不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吼，台湾关系法面顶讲的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的意思是讲，你只要伊把这個土地面顶的人，拢叫做台湾人。The people on Taiwan 分袂清啊，南南做伙，吼、哦，参外国来的，都是叫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吼、哦，伊几摆都是台湾人，但是上重要的，伊为啥用 of 代表土生土长的？我的祖先，吼、哦，都生活伫遮，本来就是。在即个台湾面顶生出来，哦，咱是子子孙孙拢是伫台湾的，所以叫做用即个 off， 吼、哦，唔是外来的吼、哦。啊，这五点，我相信伫咱的官网吼，拢、哦、看会到吼、哦。啊，我看足侪学员足认真咧抄，吼、哦，无要紧。啊，你若需要即个 PowerPoint 吼、哦，爱再会去去拿迄个哦小蔡吼，甲、哦，啊先做 download， 吼、哦，啊咱早一个随身碟啊欢迎，而且是。公共财吼，啊，大家来下载，我要紧吼做参考。来讲吼，什么叫做政治联合？这张我相信大家拢念过啊吼，吼都念过。假使讲你想要继续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压榨，吼，起因就是你搁在领因的选票，帮忙延寿。为啥要帮忙延寿？1949年10月1号。开始就袂忘啊！啊，一个往生的人，咱阁帮伊延寿，啊，伊就用这个方法，用这种手段，证明讲咱阁咧支持伊，咱阁欢喜甘愿没有吞打，没有欺负，啊，就领他们的政见，吼、哦，领他们的选票，选出他们的人，然后希望他们欺负我们，他们就有理由跟美国。国务院甚至美国的政府表明说，我们台湾人欢喜甘愿给他们欺负，所以这张选票我们要领吗？对啊，大家都很聪明，不要领，不要领，不要选，他们就没有办法立足继续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来管我们了。哦，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台湾民政府。哦，谢谢他们，希望他们赶快早一点回家了哈。哦，由洪中秋事件来看 ROC 的兵役法，兵役法里面很有趣哈、哦，就因为第一章诶总结内底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依法该有服兵役的义务，以下男子诶，啊，咱头下有看诶，种公民对无？以下男子诶，公民伫对，吼、哦，足奇怪诶，但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瑞士吼、哦，水书。哦，也兵役法的内容是：瑞士公民在年满20到60岁，所应服的兵役义务可分为三阶段。伊这个兵役法，瑞士的兵役法是因家己的人出的哈、哦。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哦，勤修好，民国72年，1983啦、啊，哦，家己出的公民，结果明知故犯。好、哦，来看到这天皇的主权，天皇的台湾主权何时建构？他是1895年哈、哦，这个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日本天皇拥有台湾，好、哦，花了7年的武力征服，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1937年皇民化运动，说日本话，取日本名。1945年的4月1号，天皇诏书实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于全台，吼、哦，那看好这三个部分后边吼，顺、哦、诶、欸、来做说明吼、哦。啊，这两边用的钞票有无同哦？吼、哦，1945年4月7日之前所使用的迄个钞票吼，伊、哦、是啥呐？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吼、哦。啊，1945年4月1号，就是这个。行宪诏书落来了后，所使用的纸币是使用对者日本银行，吼、哦，这咱足清楚的两边无同吼。台湾自1945年4月1号起已经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因此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钞票是上老实的，袂当改，嘛袂上黑白印，因为这是世界流通的，吼、哦，面顶足清楚，甲咱讲，但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甲咱教这个物件，咱必须要靠坐坐，大家同心互相研究了解了后，做这个心得分享，然后经过这个
银票吼、纸钞来了解到，原来有内底有足侪奥妙伫内底吼，咱爱深入去了解。好，啊，咱看迄、那个为虾米大清帝国吼，伊啥台湾剩一只牛啊？因为即个部分伊无法度征服。咱知影清国的军力非常弱吼，只敢着去用拍败、落跑、拍败、落跑。哦，所以基本上，高沙族来讲，世界有名的高沙义勇军，所以这个所在足侪部落的，伊嘛无法度拍。你看咱刚刚头前哪有看到？吼、哦，大日本帝国皇军，伊开7年，甲征服。你看安尼，外派拍工，何况是清国诶，迄个清国兵。吼、哦、啊，所以遮就是兵部，历史的部分是兵部做的。诶，所在吼，啊，咱昨有听过迄个潘副主席咧讲吼，潘议长，大家伫迄个做介绍吼，咱我知伊是南部迄个一个民族吼。即、这个行宪诏书吼，行宪诏书放大版诶吼，即内底有写昭和20年4月7日，当时迄时阵吼，要安讲即个日子咧。经上20年4月1号啊，迄个时阵啊，1945年4月7日，迄时阵是安尼讲吼。啊，咱遮因为咱的即个昭和陛下已经亡先去啊，所以咱就直接安尼讲吼。啊，迄时阵的内阁总理大臣是小矶国昭，上重要一个是啥？签投降书的是啥？丛光葵，你记得着？外务大臣，吼、哦，外务大臣的名丛光葵，就清楚一下，因为我伫教书面顶哦，名我伫教书面顶吼。大日本国台湾的行宪纪念日，哦，这千万爱记的吼。公元1945年4月7日，是大日本国新政令会计年度的开始，这是基本常识，哦，这是基本常识。大日本帝国的整个延续，包括现在的日本国，吼、哦。他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新的公司成立，或者是新进员工要进来，甚至一个区域做合并的时候，都是挑4月1号。好、哦，4月1号是我们大日本国传统，哦，新的会计年度，也是新的政令实施的日期。好、哦，然后呢，我们对照现在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哦，明确的告诉我们事实，哈、哦。1945年12月25号是愚人节，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Taipei 的全名叫啥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愚弄诈骗本土台湾人的假节日是基本常识。他把他们当成玩具哦，在玩，也把他们涂得乱七八糟，是到处哦，把当初大日本帝国在台湾所有的建设。破坏的可以破坏的破坏，没有办法破坏的改掉，就像这边一样，他们把我们涂改、啊、我们给他改，因为我们被他压住了、啊，没办法改啊，好、哦，也没办法反驳，知道被他涂的乱七八糟的。为什么要转型正义，恢复原状？哦，恢复原状，他把我们涂掉嘛，洗一洗，恢复原状，哦，这是正常，足正常的啊，转型正义是足正常的一个套路，哦，所以咱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心态讲。伊甲咱改，咱毋是改倒转啊，是恢复原状。伊甲咱弄垃圾啊，像三人款弄垃圾，像逐工来去洗洗，咱甲洗好清气，恢复原来的样子。吼、哦，台湾帝国的征兵实行准备文哦，白纸黑字拢看好清楚哦。台湾本岛人，高沙含高沙族，吼、哦，再来对一下哈，指令案，内阁总理大臣，要讲话何里？是方印吼、哦，官印伫遮。好、哦，再赶快吼弄下。昭和18年9月23日，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好、哦，因为大家想讲，这东条英机是罪魁祸首，还是因的想法？其实当初为什么大日本帝国会对美国宣战，其实上大的原因就是因的经济去予美国一挂政策甲定死去啊。人啊，去予逼到绝境的时阵，一定想要反抗。这足自然的，所以会选择的背景、时空背景，等后摆
哦，有机会再逐家讲，因为我之前我有讲过迄个南京事件，南京事件内底就是讲，本来台本帝国是像联合国维和部队授权哦美军维持世界和平的任务，日本皇军也是一样，只是他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被蒋介石跟毛泽东联合起来把它抹黑，变成最黑的军队，然后美国跟其他同盟国就是为了要制止，所以才会让大日本帝国从白的变成硬生生的被弄成黑的。黑的情况下，一定被人家想要去用，一定想要，人拢想方想方想要甲屠、甲歼灭掉嘛。啊，歼灭一定会反抗，为保全自己嘛。啊，所以就安尼。哦，东条英机是战争法内底的牺牲者之一啦。哦。台湾国际地位必须正常化，中华民国没有权利出卖台湾。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为什么两个受降单位哈，在后边拢会讲哈，啊，佮包括这个牌坊哈，为啥出现这呢？哦，后边来做说明。自由时报今年的6月7日到星期天哦，有看哦，美国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大日本国的领土哈。为何台湾光复后，中华民国钱币不能在台湾使用？因为它是代理占领台湾，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他有甲大家讲吼，咱甲阿看，吼，中国银行，这是民国26嘛，吼，因为民国26，吼，1937用中国银行，这张应该起来台湾用啊，因为领土来讲，但是你也看，用台湾银行，哦，伊。1946用台湾银行，哦，毋是啊，所以遮毋是伊个土地啊，哦。1945年的10月25日，哦，咱台湾发生安尼一个场面吼，这是对第一本国台湾的工会堂，伫台北市啊，就是即马中山堂，因个中山堂啊吼，内底咧。迄天内底就是受降典礼，吼、哦。伊外口有一个牌坊，两粒目睭，吼、哦，啊，再一个嘴，大家也食掉，吼、哦，要看些清楚吼、哦，要看，再一个新条旗，新条旗吼、哦，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新条旗68年前的照片，美国国旗出现的意义对，吼、哦，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分配占领权吼。蒋介石元帅，毋是分配哦，中华民国哦，分配给蒋介石元帅。根据啥？麦克阿瑟1号命令，哦，Colonel Order Number One，哦，根据国际战争法的定义，1945年的10月25日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毋是台湾光复节哦，一下啥？台湾光复诶，毋是哦，是应该啥？接受投降，毋是台湾光复。哦，1941年12月7日甲1945年9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毋捌来过台湾。吼、哦，日本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是蒋介石集团叠加吼动骹手，要企图要营造政治炼狱的一个开端，开始要欺负台湾人，领地台湾人的开始就为遮开始吼、哦，是写中国战区台湾省。吼、哦，啊，咱昨看到坐坐江苏有只播影片吼，还、哦、有一个地图，咱看足清楚是台本帝国的部分是太平洋战区吼，毋、哦、是中国战区。吼、哦，你看足清楚，你看伊即个旗啊旗吼，因、哦、个旗，车轮旗并非中华民国国旗，台湾并非光复，而是被军事占领。美国国旗，美国国旗，这应该得旗吼。哦中国国民党党旗伫遮吼，迄车轮旗，你看因内底1915年左右的中国教科书内底有写吼，啊，海军军旗呢，是海军军旗起来用的，吼、哦，因为占领军嘛，袂用用伊家己的国旗五条线，吼、哦，五色旗嘛，因袂用用，所以要用占领旗，用海军，吼、哦，1945年12月25日。10月25日，迄、那个台北工会堂受降的典礼，伊即个旗咧，海军的军旗当时改过。1954年，因的立法院确定
较紧改过来变做国旗，安尼才会用继续骗台湾人。吼、哦，其实全世界拢公认，即个叫做海军军旗，因家己开会，家己改，迄是因的代志。但是咱照法律来，即、這个旗毋是因的国旗。吼、哦，各国都是国旗，为什么蒋介石是海军军旗？吼、哦，即中国政府的首航典礼，即何应钦，吼、哦，何应钦无共的哦，伊头下迄个中太平洋战区以上，陈毅无共人。两个首航的典礼吼，1951年5月，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听证会说，在法律上，台湾仍属于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1951年5月，麦克阿瑟讲安尼的话，大家要记清楚吼。1951年9月7日，吼，美国甲48个国家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51个国家，为啥会加剩48个？吼、哦，印度无签，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因的代理权甲丧失主权分袂清楚，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国家无邀请，印度嘛无签，为着要讨好中国。吼、哦，由美国主导和平宪法，新日本政府放弃新日本政府对大日本帝国政府的主权权利。毋是放弃主权哦，主权权利哦，主权利是啥？管辖权，我甲你管，你甲我管，你管我，我管你，谁当官谁管谁，吼、哦，这个主权权利。但是有没有放弃主权？没有、哦，主权在谁那里？我们刚才看到一开始的大家长，他们是一直传承，到今麦目前是125代啊，吼、哦，一直无限的传承。日本的迄个国歌。是军之代，伊就咧说明讲，一直传一直传，到即马无停止啊！吼、哦，为神武天皇到即马，个神武陛下到即马，吼、哦，金上陛下，这本书吼、哦，大家当心一定爱买，为虾米？内底足重要啊！你要讲讲台湾法律，无这本敢会用诶？这拢是内底规本拢是法律台湾甲台湾法律诶经。重点弄伫内底吼，咱大家看迄个麦克阿瑟的部分是《新台湾论》41页上方的资料吼。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法律上是台湾仍为日本帝国一部分 ，Logistically Formosa is still a part of Empire of Japan。吼，第41页上方，好可以看到。再来是《新台湾论》第431页中央的资料吼，中央吼。迄、那个1946年正月12日，行政院啦吼，以节参制第10297号训令哦，擅自把本土台湾人日本国籍一律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违反国际海牙公约及日内瓦公约，军事占领不改变占领地主权，不改变人民国籍的法规，公开违法。哦，他迄两张，即下甲清楚放大给大家看吼。假使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虾米有两个受降的单位？太平洋战区甲中国战区。太平洋战区了嘛？1945年10月25日，甲另外一张中国战区，伊字无同哦。1945年9月7日，无同。哦，这张先呢，是麦克阿瑟以第一号的命令。由蒋介石代表盟军投降，派何应钦、甲小林前三郎，吼、哦，两边敌对，中国南京的，吼、哦，而且1945年10月25日，吼、哦，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安藤利吉之类，吼、哦，甲投降书搞受降代表陈仪，哦，这个胖胖的低头，哦，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恁阿公阿嬷是日本人，恁阿爸阿母嘛是日本人，为啥你变做中华民国的人？国籍哪会改？为虾米？在日本帝国台湾国籍如何被改变？这张啊，足清楚吼。当然念的节参制第012号97号行政训令，将厝的关入政治炼狱，伊内底有写吼。
那样啊，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一开始就唔对啊，伊就无教化你，这种是感情的、感情的一个语言甲文字吼，扭曲属性哦。啊，这个张训令，家己写，家己办，伊那家己等，哦，啊，就是开始啊。哦，这就是咱一般开始咱会看迄张奏奏的，哦，啊，这就是伊那有写吼。行政院1935年1月12日，哦，以什么同款吼写，就是甲咱所有的本土单人，无经过咱的同意，上无爱好。咱有2年的思考期，像台日本帝国迄个明治宪法内底吼，就是讲，予大家有思考期，吼，2年来看你要留落来做台日本帝国的国民，还是要做因回去清国做清国的人，吼，有2年的思考期。结果离开台湾呢，到最后嘛是阁回来，因为这生活较好啊，吼。中国流亡占领区持续迫害本土台湾人的罪状的啥戒严令，这定位啊，警备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戒严令，哦，这项颁发的陈诚，在中国的广州颁布这个戒严令，啊，最好笑的是，这是占领地，不是呢国家，不是呢国内，结果把戒严令落令伫遮，为什么？因为伊要确保伊的中国。军事政府伫台湾运作，所以才会颁布这个戒严令。吼、哦，详细伫《新台湾论》内底会做说明，希望大家学员回去爱记得吼加看，吼、哦、加看啊，了了了解几个真相吼，为啥会安尼？台湾的苦难，从一张开始，领人的证件就像去参加一个团体，你领伊的识别证、会员证是毋是入去？享受会员应该有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你要人的识别证啊，入人的系统内底，你都要用管啊。吼、哦，他有讲啊，吼，1949年6月15日，经济大转变。吼、哦，他的阿伯嘛有讲，哈、哦，叫人欺负啊。吼、哦，就是这张，你要看啊，40000换1元，白纸黑字足清楚的啦。吼、哦，甲你大浪浪的就甲定起去啊。啊，改换，互你好野人变善，啊，伊遐较好通知啊，大家无钱嘛，没有钱就会听他们的话，吼、哦。遭到中国占领军政治炼狱迫害人数，那肃贪防谍，一般治安，什么鬼啊？琳琅满目，迄种名目，迄种要欺负，哦，杀害咱本土台湾人的一挂名目，吼、哦，拢总偌济，24,382个，阁唔止个，白色恐怖唔止遮个人。吼、哦，这三个阶段，过去、现在、甲未来。吼、哦，美国拍败日本天皇，将日本台湾处分。吼、哦，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元帅，下骹有军政甲民政两个系统。军政是由台湾的警备总司令部，吼、哦，民政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Taipei。这时阵，本土台湾人的公平甲正义就无去啊，因为领身份证，因的身份证，哦，开始公平甲正义就无去啊，吼、哦。啊，第台湾民政府还未发挥的时阵，吼、哦，是国际战争法政治台湾的，即嘛，吼、哦，台湾关系法是因的根本法，美国国务院下卡。伊用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一个民间组织来管台湾治理当局，吼，让中国流亡政权继续奴役台湾，吼，占领军中华民国占领军改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国务院的政治主导。这时阵，美国完全看不到本土台湾人，伊发行身份证，吼，啊，包括这个台湾关系法，吼，是1978年年底。由美国卡特宣布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断交，哦，断交了后，隔年1979年4月，哦，由因的国会通过，用2天的时间通过这个美国这个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为虾米要维持反共战友的一个关系，所以才会制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哦，台湾关系法对本土台湾人无好处啊，只有坏处。哦，简单讲啊，遮就好。哈，诶，流亡政府在台湾的发行身份证这些人以上 ，the people on Taiwan， 无分啊啦。一开始领之前是 people on Taiwan of Taiwan， 足清楚的哈。领了后，这些人拢叫做 on Taiwan， 人人做伙啊。所以为啥袂当公道？两种人啊，哦，本土人甲外口的人合起来，我都公道无多，因为拢无共国家，啊，拢领共款证件，一个系统咁要选一个意见共识出来，无可能。好，哦，国际战争法下法理台湾的未来，好，哦，未来就是现在，现在的未来，为什么？掌握在我们身上。好，哦，让我台湾政府身份证，你现在人持续在增加。好，哦，根本法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底下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来主管。哈，哦，底下有两个单位，军政是美军，民政单位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哈，哦，美国现在不能说看不到本土台湾人，因为美国自己制作的台湾公民身份证，这些已经申请的台湾人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照着邓体啊，哈，哦，恢复原状，回到历史的原点。好，哦，咱就要用乱了嘛，洗清去，登去原来咱应该有的身份。好，哦，所以这张台湾政府身份证非常重要，伊会当证明咱是军事占领区的人民。好，哦，啊，咱的身份清楚啊，美国就必须爱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保障咱的权益。好，哦，同款哦，非常重要的。讲来话，世界特例为什么没有伊拉克关系法？有跟海山修正啊，这尔嘛，啊，咱无立一个法叫做伊拉克关系法。哦，这是美国在1978年12月30日与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断交后，为维持反共盟友与利益建议的法案。什么利益？会当卖武器的、歹用的、卖食啊，当人户籍啊。中国流亡政府，伊开菜单，开的本土单人纳钱，啊，因足欢喜的，啊，会当持续因的关系。哦，此法在1979年4月10日开始实行，追溯到1979年1月1日。为啥有这個追溯期？伊今有空窗期，空窗期后有状况，伊嘛无法度做处理，所以一定要有这個追溯期。哦，断交嘛。甲4月10日，这中间较侪个月啊，吼，哦，还有追溯期，追溯期了后，唔只有法度保障伊关系，吼，哦，使得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赶快哦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成为美国国务院底下民间组织，伊名叫啥？台湾地理总局。啊，伊甲咱一直甲咱讲，我们中华民国，敢是？咱就要讲，真实咧讲唔对啊。你的名叫做台湾地理总局，哦，啊，有问题，请你问美国看卖啊，看你是毋是中华民国，哦。而且台湾地理总局无打紧，吼，哦，因的军队是中国武装难民，全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哦。美国政府回避必须承担处理流亡中国人的身份，不愿亲自占领大日本。国台湾严重延误台湾地位正常化，这就是咱们的诉求啊！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将本土台湾人置于政治炼狱，罔顾本土台湾人人权、人权呐，啊！所以，那秘书长林志森博士吼，伫2006年10月24日，甲228位的本土台湾人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控告美国政府。格局啦，为啥？甲咱人权无当作无看啊，吼，哦！所以伊这方面足吃亏的所在就是，吼，哦，伊为着利益，为着甲流亡政府的关系，甲咱等伫边啊，啊，咱是这土地土生土长的单人，啊，咱这是主人，咱住伫遮，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唔是国库民哦，咱是臣民哦，臣民是。皇帝下卡的臣民，吼，哦，咱的位阶甲一般的
民主国家无共，就是较悬低一级，较悬一级。吼、哦，啊，咱的大皇帝是目前所有迄个二元制的国家位阶上悬的，吼、哦，君主立宪国家里面最位阶最高的。哦，即下看，姐姐看到国际一挂相片，咱来看迄个英国的王室，看到咱的大皇帝的时阵，惊咧呢，啊，佫有过单脚，所以就无简单。啊，这奥巴马美国总统，伊见到伊吼、哦，是安怎见面啊？啊手，吼、哦、啊，吼、哦、像安尼，像安尼甲惊咧，所以基本上咱看会到吼、哦、相片，即、這个相片网络看会有，就甲中国的习近平，看到咱的大皇帝安怎？阿手，个安尼，吼、哦，迄国际礼仪一定爱顾，吼、哦，看到咱的大皇帝爱行咧，鞠躬90度，这是咱另一有机会看到咱的大皇帝的时阵，一定爱给礼貌，吼、哦，摸阿手哦，吼、哦，阿手加鞠躬90度，唔是讲阿点头，吼、哦，诶，位阶无同哦，好啊，到底台湾出了什么问题？1945年8月15号，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宣布投降。哦，啊，日本台湾是被美军占领下的地区。根据占领法规定，哦，占领地最终处理目标是将当地主权权利哦，交给被占领区人民所组成的平民政府，也就是当地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军却把占领权委托给蒋介石元帅，造成1945年10月25号的假的。好、哦，为台湾光复事件 ，gay 啊，好、哦，一夕之间几安，被占领区域的人民变成战胜国的国民，就这样迷失了68年，公平正义就这么的被牺牲殆尽。由于占领地区都是战胜国国民，所以68年来在被占领区内没有被占领的人民，因此美军无法协助该地区人民成立平民政府，而该地区的人权，包括公平正义，也被牺牲了。如今被占领区台湾的人民已认知自己是被占领下的人民，因此美国必须协助被占领区的当地人民及后代来成立才算占领区的当地合法政府。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哦，是由美国印制，美国国土安全部核发电子晶片台湾政府身份证，用意在哪里？证明你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美国军事政府最终目标就是要把管理权交还给由被占领区人民组成的合法政府。台湾已经有了、啊，哦，这个合法政府什么？我们后面有写哦，台湾民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哈、哦，终结本土台湾人苦难的曙光，哈、哦，这是控美案，原告 Roger C.S. Lin， 哈、哦，这个英文名字大家记得哦。其他这些详情哦，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这是同心哦，同心大家爱记得，每天也有用成一个习惯，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文章哦，在咱官方的网站拢会做公布，啊，大家一定要去读，哈、哦，这内底有写哈、哦、，http://usmg.ning.com， 哦，内底拢有这资料哈。2011年8月7日。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开始实施，接受本土台湾人的申请。哦，年底忘年会，2011年年底忘年会哈、哦，发放首期的台湾公民身份证。2013年今年啊，吼、哦，九月初五，台湾民政务华府华盛顿 D.C. 的酒会跟记者会哈、哦，持美国核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的台湾政府中央内阁人员，均由美国海关公务门进出。并且证实海关验证刷卡有效使用，哦，这是其他目前即马所有，哦，拢要请大家去申请身份证，所没有办法办到的，哦，就是这个地方，当下立判，哈、哦。第一届日台精英会议，今年的3月13号部分的内容，哈、哦，里面有一个日本国的那个将军，哈、哦，他到。叫做大川康夫中将，在会中语带严肃表情向秘书长询问：“我担任28年日本国自卫队，来过台湾10次左右，发现日本人和台湾人都很尊敬李登辉先生，而且现在的台湾人要求维持现状，为什么你们台湾民政府要把中华民国整个铲除掉？”
这个问题跟很多甲侪侪所有即马咱外口面对的民众共款的问题吼，恁台湾民政府为啥要甲中华民国好好啊？啊为啥要甲吐掉？吼，这足侪问题。大川康夫即个中将先生吼，伊是代表所有的人对咱台湾民政府的疑问伫遮吼，啊，咱来看秘书长安怎甲做解答吼。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回答跟解说：这68年来，本土台湾人，这68年来吼，本土台湾人只要求两件代志吼。第一是公平，第二是正义。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袂到这两件代志，而且顶礼拜就是3月13日的顶礼拜，美国甲咱讲一个机密吼，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拢去中华民国做记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背面右上角有刻号码哦，你像我炸迄个因的身份证的吼，不红哦，就要炸出来，甲掀起来看，伫妈妈迄栏，小影者吼，有刻一排号码，右上角吼，来，哎呦刻吼，刻爱号码吼，迄机密。甲因内底知影吼，01开头、00开头、01开头、甲18开头，也。顺序落来吼，因拢有做一个区别，上面开头的号码是因家己的人，下面开头的号码是本土人，分啊足清楚的。吼、哦，因的共一国的，拢总目前来讲，拢总大约400万人左右啦。所以因是等于讲好康的拢引爆去啊。吼、哦，秘书长接着说：“你们日本国的人也不必高兴和心存侥幸，恁的可能甲阮共款啦。哦”秘书长讲哦，日本天皇投降的当时，盟军害怕当时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就像大日本帝国四分五裂，北方四岛哦，咱看这台本帝国的地图哦，北方四岛到苏联占领，Okinawa 冲绳到联合国托管，岛屿的独岛哦由韩国占领，南部的台湾福尔摩沙哦蒋介石占领，日本本岛由盟军吼亲自占领，唯一的目的就是预防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哦，因为这有前科会上呀，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很快从战败崛起，由希特勒纳粹进行反击。对，哦，德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伊就开始啊吼，要预防这状况，所以甲大日本帝国四分五裂，吼。美国在现今的日本国安排100万的韩国人，就是左派，哦，在台湾安置200万个中国人，这两个地方的100万和200万的人各自掌握各自区域的政治跟经济核心，政敌甲经济的大粒带头的拢因家己的人，所以有法度崛起哦，无法度，甚至咱的头壳拢叫因影响去啊，上面拢资源拢因的，哦。日本国大川康夫中将听取台湾民政府秘书长解说后，也表情了解啊，那么赶快呢？这三天两暝上课了，了解啊，知啊，是安怎安尼？带有一个观念伫底啊，吼啊，唔通袂记下课放学回去，再甲厝的人做分享，吼。一个台湾两个政府。战争结束后，本该就没有交集，是两条平行线。台湾民政府不是要跟中华民国接政权，大家要记得哦，两条平行线。因是要回去，一法开始了。哦，我现在服贸甲一法，其实无经过公道，因的公道啦哦，因为美国叫因爱处理这条平行线爱行完，哦，行完，美国要击败。台湾亲自占领，啊！这委托代理的流亡军都爱回去啊，包括因的台湾第一当局，爱交甲政权交当的美国，由美国再个甲政权交台湾民政府，两条平行线哦，没有交集啊。这他有看过哈、哦？这五项判决，好、哦，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同心千万爱记得，同心一定要记得五项判决哈。谁是控美案原告 Roger C.S. Lin？
这是我们秘书长的，好，当然这是样本版啦。好，美国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哦，五项判决里面最后一点，支持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不是台湾人，哦。你要讲啊，台湾人啊，我嘛是啊，我有这张身份证啊，所以你要支持我啊，拍摄，真实的，是支持原告 Roger C S Lin， 敢支持这个人啊？美国政府敢支持这个人？这个人伊之外，你啥物组织拢无法度取代吼？这按照国际法律，台湾法律法律台湾吼。台湾人，台湾人民请勿上当，台湾民政府祝你平安吼。美国司法部跟台湾民政府往来信件，哦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哦，这用英语用其他称呼 ，Mr. Roger Sears Lin， 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是美国华盛顿 D.C. 的地址，哦，这旧的地址，新的地址是即马官方网站面顶，哦，你来看首页时阵，伫左手边中下卡呀，哦，台湾国际法理学院读书会面顶。有下新的地址，哈，大家再去看，啊，这是司法部的签名。好，台湾民政府基金会注册文件，好，这个对，然后秘书长讲的，你查先估护身符，啊，这些物件，这些文件，伫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证明文件，你也拍搜寻遐，哎，一大官拢会出来，哈。华府办公室外观的相片，这就是美国华盛顿 D.C. 大楼，哦，就是安尼。内部就是这样子哈。到目前，华盛顿 D.C. 大楼的办公室内底，到目前仍然搁在持续在运作哈。将 T.C.G. 基金会更新全名为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公文哦，底下台湾政府的美国官方核可证明文件，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事情运作。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哦，大家爱记得，台湾政府是伫台湾民政府架构下事情运作，起行稳中哦。正式完成美国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登记书，台湾政府哈，顶好叫下台湾 Government Foundation， 为什么用 Foundation 基金会？因为美国所有政府单位，伊拢用一个会计制度，就是有一个基金会管理迄个政府的部门，伊所有财务的支出甲收入。所以，当要调查财政状况的时阵，是由独立出来迄个基金会，吼，来甲所有资料交由调查单位去做查询。所以，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会计做两本小簿无共款，吼，因为啥法律。对外界不了解国际法理应有的态度，哦，国际法理是狮子吼，不了解甚至毁谤，一笑置之。笑啊，伊唔了解嘛，啊，无要紧啊，时间足长诶，咱则慢慢啊甲做说明吼。根据国际战争法，占领无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接对行法吼。下卡这样吼，台湾民政府 TCG 是一个合法政府组织，是在美国军事政府 USMG 架构下。中华民国流亡代理政权即将结束，将由 USMG TCG 接管台湾。哦，这东西足有利的，咱讲做说明的部分哈、哦，没有第二句话，好、哦、笑笑啊，咱莫讲咩，因为啥，咱是政府啊，哈、哦。台湾法理的真理是狮子吼，当有人侮辱你的时候，要记得狮子不会因为听到狗吠而回头。看民政府甲咱扯嘛，那咱像咱开车。啊，是看火车过去，到飞火车，啊，火车会甲狗仔计较袂，因为狗仔无了解咱，无熟悉咱，看火车叫一奇怪，那大只怪物来，呜呜呜直直飞，啊，其实伊无了解嘛，笑笑就好啊，吼，咱莫甲伊计较。哦，台湾人唯一逃生工具，主张甲立场吼，台湾民政府主张甲立场这。会议甲聚会的时阵，一定会去念托掉的一个迄个条文吼。依据国际法律，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反对美属建国独立主义。第二，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不使用暴力和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
流亡中华民国结束伫台湾的占领。第四，对中国殖民吼，食物业殖民吼，字不要念殖民，殖民吼，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就是安尼。目前嘛，会当是安尼吼，这两面。啊，他这咱拢知影日食嘛，日食讲啊，想讲两只牛啊，毋是呢。我甲两位大家长，他第一开始就请出来吼。美占，这等于是啥？圣经呢？毋是中华民国宪法哦，爱记得哦。美国总统不是按着美国宪法，这个是圣经。美国总统按着圣经发誓成为美国总统。吼，来咱做一念吼。台湾民政府是台湾法律，台湾民政府是法律，台湾。好，谢谢。台湾法律是咱共同的信用，哦。咱大家吼，拢无够宗教信仰，无要紧，迄是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咱共同的信用是啥？法律。好，法律是咱共同的信用，吼。常常要阅读专栏文章，增长知识内涵。日常生活中，和周遭亲朋好友和缓解说，耐心引导，好好啊讲，吼，因为咱讲的是法律正确的，吼，咱唔免惊人，甲咱讲啊纠正，因为咱讲啊国际法律、台湾法律、法律台湾，正确的唯一的道路，吼，即卖会当带领济济单人行出正直廉洁的，就加台湾法律，嘛是加咱法律台湾，台湾民政府，吼。咱引导是真理的道路，指引着迷失的本土单人，多归正途，一起依着国际法理安稳走出正义，步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好，以上，感谢。到二十分呢、欸。因为头先秘书长讲完吼。因为我接咧讲，我希望讲咧十分钟，互大家学员休息一下安尼吼，加一下洗手间啊咧。好，各位学员，请起立。请坐。下课休困吼，安即节就休困到9:30啊上课，9:30再上课。